不好了。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啊，母妃？我今早去窥探耀德皇子找的那个女人，仔细一看才发现，那女人完全是皇上的菜啊！啊，她长得怎么样啊？哇，你听了这么一说，我都好想要哦。我还没讲。吃了。那这怎么办啊？这个简单啊，我们只要动一些小小的手脚就好了。手脚要怎么样？其实我们受来的眼珠具有灵性，他听得懂人的话，所以呢，我们只要派遣他去对那个女人的脸上刮一点疤痕，这样子呢，那个女人就不会是皇上的菜了。这不好吧？我这个人做人一向正直、温文有礼的，这种事情还有我不敢做。没关系，母后帮你张罗这一切，交给我吧。那就麻烦母后了。